马上大胜，同样的，我们看到不同的氛围呈现在竞选总部，支持者欢声雷动，因为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8年的时间，有些支持者再也忍不住，胜利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我们大家辛苦有代价，中华民国向前行。兴奋地迎接胜选，这一刻他们等了好久，等了8年。爸爸抱着小女儿，深深地亲了一下，紧盯着大荧幕，眼泪止不住，脸上的泪是胜利的喜悦，激动的心情并非三言两语。等了8年，终于拿到政权，好高兴。就算感冒了，戴着口罩也要尽情呐喊，手上的卫生纸擦个不停。满脸沧桑的阿贝，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。让我们相亲相爱。我们希望台湾的人民有权利要求政府是廉洁的政府。吴伯雄的真情呼喊，连艺人傅娟站在台上也忍不住抖大了眼泪，脸上的泪痕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这8年的郁闷在此刻全都宣泄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